都可以讲中文啊。枪枪转枪面向右，枪枪轻轻放下。等一下，七要去买圆柱，等他。这是什么咒语之类的？是不是？封印解除。轻枪，轻枪子，轻枪蹲下，对不对？这不是教育班长吗？怎么了，班长？我是炮长，我是打。我不是射击的，我不是那个，好不好？射击任务，对，我是射击任务的，在前面喊的，还是喊的，我是拉那个可以拉炮的那个发射手，发射手还好吧？还要装弹药，还要插钥匙。哎、欸，你怎么知道？你也是炮兵的、哦？我是炮兵啊！哇，我们这里很多炮兵哎、欸。OK， OK 吗？ OK， 还有一个位置。哈哈哈哈哈哈！你要不要？我现在你就算不讲话，我都可以直接把它变成你们讲话的语气，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你存在深深的脑海里。哈哈哈哈哈！怎么啦？这是一首歌吗？我听出来了。口戏有没有偷把泰国妹？不是啊，我的什么泰国妹？我的拳皇好像浪子也没解过。我拳皇有解过前置啊，可是我的猫咪没有。OK， 那604哎，我604也没有，因为又没差，没有我就不打，我就开便当。OK。不要啦，不要啦，笑死！我在贝塔做，我都会有那个路人的。哎、欸，你是双姐，那是可以开二级吗？你是那个绝谷发射的皇家 A K A 战斧飓风王飓风，不要跟他说念这么长，因为你 I D 就是这么长。我下次我就打这样子，对不对？你下次他如果说绝谷翻车的黄金 IK， 哎，老魏老师现在最笨的番超级牛逼，哎、欸，点点，我觉得后面要改一下、欸，哎，世界最笨冠军慈孤观音的超级牛逼，看太难念了吧？观音，友善哦，妈咪，欢迎慈孤观音，是我零点四八。那个绝谷班车犬的战皇家 AKA 战斧飓风王，所以小心点，你不要让我看到你。哎、欸，再帮我穿一下我的魅影。世界最笨是什么？哎、欸，这边会卡啦。世界 LOL 世界最笨冠军是。要念我这一句啊！绝谷班车犬的皇家 AKA 战斧飓风王飓风 LOL 世界最笨冠军，小姐姐还愿吗？小姐姐要加。是吗？OK 吧。不太 OK， 我觉得应该要把 LOL 世界最笨这个拿掉，把 LOL 拿掉就好了，世界最笨怎么样？哈哈哈哈哈 ！LOL 跟冠军拿掉了，世界最笨吃苦瓜，哈哈哈！绝谷巴特卷的皇家 AK 大魔飓风王飓风，世界最笨吃苦，是什么吃？就反正前的王家给战斧飓风王飓风世界最笨小姐姐还愿的慈孤观音超级游戏，呀！好戏，这戏我现在比较好奇的是，火星今天有没有听到你播的那一首歌啊？干你老师有听到啊！你们现在都是这样子用佛经霸凌人的，是不是？干！你不是不在吗？我去睡觉啊。对啊，是不是睡得很安详嘛？啊，他妈的，死掉是不是？只是想问你睡得比较舒服。最后，请容我献上清唱的《浪子心》。收到你的晚安，全都与我无关。反正我早已习惯一个人孤单，心酸为难，也要假装自然，算得过灿烂，却与我无关。只会这一句而已。